你觉得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些吗？也许吧。但成年人的社会法则之一，不就是看破不说破吗？看清现实不好吗？为什么不敢直面现实啊？因为他们就活在现实里，他们太清楚现实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才宁愿相信假的。 也不愿去直面真的。那你呢？你敢直面现实吗？我家就在前面，就送到这儿吧。 这么快？啊，我是说，感觉没走几步就到了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还是你先回去吧。你先走吧。你先走。那我们一起走，我往这边。 往那边。